Good morning, Jesus. 耶稣哥早，兄弟姊妹，大家晚高早。一早起就和咱做伙三高来看马可福音第九章二十三节。耶稣对伊讲：恁爱信，你信的人凡事拢会。兄弟姊妹，当你读创世纪的时，看见上帝的创造，无论伊咧创造动物、植物，咱看见上帝拢互因有限制，并且互因有潜能，会当活伫水内面的，会当飞伫空中的，干那会当行走伫地面上的。当上帝伊咧做人的时阵，伊嘛是讲，伫这个所在讲，咱要照着咱的形式，照着咱的形象来做因。所以你我其实拢有上帝同款的潜能，因为咱拢是对上帝遐出来的，当然嘛，独独上帝会限制着咱的潜能。潜能是上帝对着咱有所要求来制定的，就亲像咱看见一台车，如果咱伊若要走咧紧的时阵，伊就需要较大的引擎；如果伊若是无免走甲较紧的时阵，伊就会一粒细粒的引擎。咱袂当要求迄个装细粒引擎的去做迄个超过伊会当做的代志，走超过伊会当走的。所以兄弟姊妹，同款的，我常常咧强调，今日你我手中拢有一支手机，手机对着一个人来讲，依然是干那敲电话、接电话。但是即卖手机会当来用这个视讯，今日手机会当用网络，今日手机会当互你来看你家己银行，啊，会当来纳销，会当来交钱，会当来收钱等等的。今日手机已经有真济的功用，但是有一个人各种即个手机干那当作是过去的手机同款，就是干那接电话、甲打电话。所以兄弟姊妹，上帝的能力，你我身上帮助着咱，通过着这段圣经讲，恁也信，你信的人凡事拢会，乃是爱咱去发挥着上帝所赋予咱的天灵。上帝在这个所在非常的清楚跟我们说，只要我们的信心若够大够坚强，并且我们威信在祂里面的时候，我们挖靠祂，我们的确可以做到。所以我们爱先在主的面前再一遍谦卑拍拍，并且我们求主的灵，让我们可以将我们自己对祂所领受的天灵可以发挥出来。你做到了吗？所以我们来祈祷。特别上帝来到你家己施恩的宝座前，感谢你，享受这么宝贵的话语在我的中间，让我们可以知道你信，我们凡事都会，我们愿意挖靠你来挖出你爱我们挖出来的话名，并且在你所领受的听，我们今天就愿意在我们周围中间来分享，愿主教我们三个弟弟奉耶稣基督圣名祈祷，阿们。亲爱的兄弟姊妹，愿上帝施恩祝福你家里的一家。